去看了你就知道了。好的。哥，我来了。今天挺准时啊。我哪天不准时？苏总，想喝点什么？欢乐肥宅水。给他一杯水。好。这盘残局非常经典，我琢磨了好几天都没琢磨出来什么。你看看。哎呀，哥，你都不行，那我就更不行了。你知道的，我这动脑子的事情来不了。生锈了可不用这费劲嘛。来，你先。臭棋，没脑子。哥，你知道我对下棋这种事情没耐心的。冉冉，你都多大了？还这么毛躁，你也该磨练磨练你的性子了。我从小就不爱下棋，你又不是不知道。哥，临走之前你要是想叮嘱我几句，你就直说，咱别玩这个了，成吗？你以为下棋是为了玩吗？下棋是两个人的游戏，只有我或者只有你都玩不了。我们两个一起玩，才能彼此有长进。老爸说的话，我看你是都忘了。哎，哥，哥，我没忘，但是我实在做不到了。你看，你比我聪明，能力也比我强，你是大格局挣大钱，我呢，我就小格局挣一点零花钱，我们这样搭配多完美。你去上海的东西收拾好了吗？哎，我都没什么东西好收拾。咱们这次往北上广深发展是大棋，保利家又是和苏宁合作，大棋中的大棋，走得好。腾龙换鸟，公司的总部也会搬到上海去。那真要是这么重要，你把我安排过去，你就不要坏你的事儿了。算你有自知之明。如果楚婷这次不去上海，我是肯定不会把你派到上海去的。我是觉得你能遇上楚婷这么个好女孩不容易，所以你到了上海千万不要拈花惹草，一定要好好对待。哎，哥，你等会儿，那合着你把楚婷介绍给我是把我当那棋子了呗？你还不满意吗？冉冉，你从小身边就有不少女孩，我从来都没说过什么。可你现在已经长大了，该成家立业了。哥，你说的都对，但是你这么一说吧，就把我对楚婷那一点意思变成了不好的意思，我都不太想见她。话多，我怎么对你嫂子的，你就怎么对楚婷。冉冉，善待楚婷，别让我失望。小宋啊，刚才不好意思啊，我晚到了。没事。一来呢，那是店里太忙；二来啊，这上海堵车太严重。我啊，都怕你紧张了。你看，都是高楼大厦。啊！哎呀，别紧张。哎，咱们马上就要过这个叫外摆渡桥啊，这是特别有名的地方。你再看前头，那个看到吗？前头那个特别高，
那个圆圆那个特别高那个塔啊，叫东方明珠，这也是个特别有名的地儿。因为有叔叔在上海，爸爸妈妈很快就同意了我到上海去开开眼。你们会把真实的想法告诉爸妈吗？我告诉你啊，反正我不会。上海啊，这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一个人到完全陌生的地方。什么好吃？虽然心里也很慌，但是哪怕我身边一个人都不认识，因为有你在，我也会觉得陌生是幸福的。如果没有喜欢你的话，我可能永远都不会这么勇敢。谢谢你，宋依然。好嘞，到嘞，丫头，这就是咱家的小馆儿。你先下，我去停车。好。谁让的？九号桌是吧？九号桌。你正好两百。我们的位子还要等多久？马上就好，稍等一下。太满了，叔叔。我去找点水。看这个点是吧？这个菜，菜来了。吃好啊，吃好。小雨，林小雨，来上菜。林小雨，小松啊，这儿过不去，得在后面走啊，我带你过去。哎，走菜再快一点啊，客人多了。啊，好嘞好嘞。啊，林叔，来，往这儿往这儿。嗯，叔叔啊，咱们家这小馆生意这么好啊？那是，你不看是谁开的店？哎呀，关键是啊，咱们家的东西啊，干净、卫生、经济实惠，所以街坊邻居都爱来。最重要，最重要就是小雨手艺好。嘿嘿，到了，走。哎，辛苦一下啊，辛苦辛苦啊。小雨，啊，小雨，你来了。啊，我的妈呀！哇塞，你现在可以啊你。帮我拿下生抽，什么东西？生抽，倒多少？别，到这里，到这里。啊！来上菜，于姐，一号桌鱼香茄子加急。来，鱼香茄子。催什么催呀？催出来的菜不好吃。好，你先走，你先走。啊，碍事碍事，你先走。茄子来了，可颂啊，来，搁这儿，我带你去你房间啊。好，来，走。狗肉吧，来，往这走。哎呀，哎，来，跟上啊。哎呀，来，可颂进来。啊。嘿嘿，看看这屋子怎么样。这个是小雨睡在这儿啊，你就睡这儿。这是我的床啊。啊，怎么样，可以吗？当然可以了，能在上海有自己这么一个小屋，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呀？说的太好了，但是这世界上啊，没有这么好的事儿。啊？赶紧收拾一下，五分钟以后下去帮忙。不是叔叔，我能不能不去那厨房帮忙？那里边太吓人了。小朋友，对自己狠一点啊！记住了，你来到上海，我以为终于有机会可以和宋依然更进一步，但我不知道的是，我还是想好了100种可能，最后得到的却是101种答案。在命运的安排下，我离宋依然越来越远，离江千帆却越来越近。所以发烧进一步损坏我的神经系统。是的，至少。和6个月之前诊断是一样的，而且目前没有什么有效的治疗手段，只能靠药物来维持。我还有多长时间？这个你多虑了，千帆，你的病至少目前看来还不会有生命危险。失去味觉比夺走我生命还残酷啊！我的意思是，我离完全失去味觉还有多长时间？这个现在不好说。你失去体验味感知能力
整个过程用了183天，恐怕失去第二种味觉要比这个时间还短。这可能还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报告上显示你的五感神经都有萎缩退化的现象。所以找不到原因还不是最糟的。对不起啊，千帆。没事，这不怪你啊。总是会有些人会得到一些人现代医学也没法治好的怪病。我不特别，只是比较倒霉罢了。好，走了。哎，你现在不能走，你伤还没退呢，你得留院观察一段时间。都来见你那么多次啊，既然现在暂时找不到原因，那继续治疗也是浪费时间吧。你放心，我没事。暂时无法接通。这人怎么回事？手机一直不通。林小姐是不是换手机号了？这鱼肉你切的。这鱼肉你切的，鱼肉烂成这个样子我怎么用？扔掉。嗯，知道了，江先生。是什么？碳烤羊排的酱汁啊，江先生。我问你这什么？意大利黑醋。我当然知道这意大利黑醋，这不是今天才到货的吗？是的。你不知道意大利黑醋熟不超蒸制，你不知道它需要熟成吗？谁教你的？这谁教你的？江先生，不好意思，没消息，事儿交给我吧。回来，拿走。你最好好好教教他，不然他可以辞职了。知道了。先生，这边请。这个位置可以吗？先生你好，我叫小帕，很高兴为您服务。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吗？哦，我们现在有楚雄州的5A级松茸，非常的新鲜。什么？从中国西南运到这儿？你算了吧，你，我只能吃刚采摘的30分钟之内。这个松茸呢，是加急空运过来的，而且是由我们江先生亲自发明的保鲜方法。所以绝对不会比刚摘的差。嗯，只是我们的量非常的少。那你就给我来一份吧。好的，但是让他亲自做。哦，如果需要我们江先生亲自做的话，是需要提前预约的。告诉他我叫 Boris Rogov。Boris， 去吧。哦，好的，布雷斯先生。需要什么随时叫我，祝你们用餐愉快。谁让鲍里斯进来的？关联预定的时候看见这个名字，为什么没认出来？他当然不会用自己名字预定了。你先去忙，别待着你。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宝藏主播。鲍里斯民初黑名单又跟他家见面了，今天是第8站，这里是位于上海鱼炫餐厅，
玉炫的新政主厨是江千帆，就是你们喜欢的那位帅哥，是我的师弟。奥利，鲍里斯那边。那等着 ，Alan， 我的酱汁呢？酱汁呢？你还有30秒，羊排温度下来之前，酱汁还没到，你就把它给吃了。好，我马上去催。来了，酱汁来了，来了，来了。江先生，发酵之后的番茄。对，我拿发酵之后的番茄代替了黑醋，可以吗，江先生？番茄可以提升鲜度，发酵之后的酸味见证好均衡这道菜的口感，我喜欢这个改进。不叫，谢谢。Service， 野生松茸千层，对不对？对，是的。还是跟以前一样厉害。上次我出现他的伦敦鱼圈，获得米其林三星的认证时间晚了整整一年，这一家刚开了半年，已经有了2颗星星，他在冲击第2个3星，而我又出现了。野生松茸千层，鲍里斯先生。松茸片配上金华火腿，组合而成的千层，品性而论，这个火腿用的还行，但是我真的很想笑。为什么这道菜没有配上猪盐和香菜油呢？啊，我是不是该叫快递的给我送过来吗？真好笑啊！猪盐、香菜油 ，Boris 啊，你能不能给我一点惊喜？这样我挺累的。反正你这个松茸片千层是平凡无奇的，是对的。小胖。你怎么服务的？没跟这客人说这道菜怎么吃吗？哦，对不起，江先生，我还没来得及说。鲍里斯先生，这个松茸的蘸料就在这个竹筒里。芥末蛋黄酱配上松茸千层怎么样？享受你的晚餐。朋友们，你们的鲍里斯从来实事求是。刚才这个蘸料让我一瞬间感觉到蒙哥梅里回来了。一想到他，我更恨江千帆。至于为什么，我不会告诉你。今天就到这里，下期再见。小林啊，吃完饭之后把剩下几件货给我送出去。好嘞。叔叔，你还送外卖啊？不是，这是我爸副业。哎，老爸，你说你也真是的，我看搞这些团长的都是老阿姨，你一个老阿舅在那凑什么热闹？我跟你说，你不知道了吧？虽然说那些团长啊都是宝妈啊老阿姨来当，是不是？那谁说我老阿舅我就不能当团长了呢？你们每天吃的这些菜呀，咱们用的这些菜我都这么买的，知道吗？团购既便宜又可以省进货时间，还可以多种经营，你懂不懂啊？你个小不拉，鼓掌啊，鼓掌。嘿嘿，这羊肉串不错啊。不吃嘛。备受瞩目的莫洛尔斯国际厨师协会未来之星厨艺大赛将在明天正式拉开帷幕，初选将在伦敦、莫斯科、纽约、新加坡市和上海5个赛区依次进行。上海赛区初赛开赛时间为本月12号星期六上午9点，地点是上海第一厨艺学校。
大赛组委会主席托马斯秉承美食之风吹遍世界的理念，每届大赛都会选择在不同的城市举办，本届在上海。被导师选中的选手将会接受为期一个月的一对一的培训，八位大赛导师名单最迟将于初选当天公布。你还要去啊？嗯，为什么不啊？这比赛两年举办一次，前年我初选就没选上，所以今年我必须再参加一次。都拿了那么多奖杯了，你为什么非得跟他过不去？这个不一样，我告诉你啊，这比赛可是餐饮界最顶级的，没有之一。我这么跟你说啊，就是我参加那么多比赛，也就是为了这个比赛做准备。江千帆就是因为这个一战成名的，不知道他会不会选我呀？波瑞斯，哎，下次用你自己的名字定位，我会让你进来的。我当然会再来，我这三个月都在上海。不光是我找你麻烦，我徒弟找你徒弟的麻烦。你徒弟？你什么时候收徒弟了？我收不收徒弟不重要，主要的是我要打败你。什么意思啊？未来之星大赛，我是导师。我还问了托马斯，他说也要请你来，你不知道吗？鼻子痒了，赶紧回家去，你该吃药。我吃什么药？你不是对松子过敏吗？我没吃松子。你怎么会吃不出来我是用松子油做的芥末蛋黄酱啊？你孙子，你还用了松子油啊？我建议你别跟我斗下去了，对你没好处的。你话别说那么满，你要是不参加未来之行，我24小时在网上嘲笑你。哎，等等，你这个样子多可爱，你的 fans 会喜欢的。好险呢！未来之星大赛怎么回事？我们换个地方说吧。托马斯昨天派人送来的。为什么昨天不告诉我？你知道自己的情况，你的味觉出了问题，怎么可能当导师？导师凭的是经验，这能有什么问题？重点是 Boris 今天已经来叫嚣了，这导师我不能不当。 Boris 来者不善，你真的有把握赢他吗？蒙哥玛丽说过， Boris 永远都会输给自己。好吧，你知道 Boris， 也知道他是来干嘛的，不达到目的他是不会罢休的。进来。怎么样了？亮奢酒店拒绝提供员工的任何个人信息，也包括宋玉然。那你们就是什么也没找到啊？也不是，我送过林可颂回宿舍，我跟他宿舍的管理员联系上了，他说他已经搬走了，现在，然后联系方式也不肯给，他还跟我说他好像已经登记结婚了。你说什么？登记结婚了，然后现在在准备婚礼的事情。开什么玩笑？这才几天，怎么可能？我也不确定啊，反正对方是这么跟我说的。我们两个讲的是同一个人吗？你是找错了？这个年纪的女生，做出什么事情都不意外，还有更过分的呢。李艳，你去忙吧。喂，哥，我到了，早到了，刚睡觉呢。还没吃。哎呦，你放心吧，我明天一定会按时去上班的。嗯，好，挂了。想好什么时候告诉他我来上海了，看来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嗯，嗨，美女，你回来啦？有什么事啊？帮我个忙行不行啊？帮我给宋一人做顿饭，他刚刚饿得给我发微信了。嗯，你累吗？嗯，
睡觉去。不是，哎，你替你姐姐我的爱情考虑考虑啊！你说她现在这种危机关头，她能想到我，那就说明她心里还有我，对不对？你说这个时候，我要是捧着一碗热乎的菜送到她面前，她就懂了，谁才是这个世界上对她最好的人？患难见真情，对不对？那我来上海的目的，不也就达成了吗？帮帮我呗！不帮我太累了。你帮帮我吧。哎，本小姐最近最爱的洗发水又没了，没有它独特的香味，心情不美丽呀。买，真懂事。好吧，就让我见识一下这个宋逸然，他到底有什么威力，能把你迷成这个样子？老板，这边走。你快点啊！这一会儿我换了怎么办？哎呦，瞧你那点出息！绿藤，绿藤。哎呦，服你了。那我就不客气了，随便，就当在你自己家一样。宝宝，我这次来上海呢，真的特别特别着急。你看，我头发都没来得及洗，所以也没来得及通知你。来来来，跟我上海的朋友打个招呼。来来来，你们跟我女朋友打个招呼。Hello，Hello，Hello，嗨，大家好，我叫楚婷，我是逸然的女朋友。好漂亮啊！然后我现在人在杭州，不过过几天呢，我就回来上海了，然后就能见到你们了。好啊，好啊，吃的开心哈！谢谢楚婷美女，你点了这么多东西，太贴心了。就是啊，谢谢美女，好吃好吃，谢谢谢谢你。啊，宝宝，我就等你来上海了。我真的特别喜欢你给我准备的晚餐，我先挂了，拜拜。走吧。我们两个完全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人家是王子，我连灰姑娘都算不上。我真是服了你了，你现在来了，明白了吧？我以前也没觉得我们俩差距那么大，我小时候哪对钱有概念啊，我那么单纯。人家注定轻轻松松就能做好的事，我费了那么大劲也做不好。行了，别贬低自己了，你这来了明白了。也算没白来一趟，本来就没白来一趟。我想明白了，我以后要更加努力。嗯，我以为你要放弃呢。我为什么要放弃啊？他又没结婚。行吧，轴死你。也是，十年了，怎么放弃？好了，别哭了。此时的我，满心满眼就只有这一扇窗。虽然窗户很严，看不见光，但我固执地认为它的后面是希望。没想到的是，与此同时，世界上有一个人正怀揣着真正的希望，在努力地寻找着我。经过必经之路，才能见到该见之人。我很快就要与他再次相见了。你知道奥利在哪儿吗？先生没在办公室吗？没有啊。他的车也不在啊。喂，奥利，你在哪儿啊 ？Yes， 我这两天有点事情去乌镇一趟，你先帮我顾一下。什么？你说什么去乌镇？你疯了吗？我先不跟你说了。乌镇，哎呦，大哥大哥，对不起啊，不好意思。你看到红灯吗？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我全责，我全责，对不起，对不起。不是我。
加油！加油啊！你们来太早了，来了。那谢谢。二位，请去那边领表。哦哦，好，谢谢。啊，没事。你好，给我一张，谢谢。哦，这个给你，这个给你。啊，我不用，我是陪他来的，我就给他拍拍照。不好意思，只有参赛选手才能入场，而且里面不可以随便拍照的。那我在外边等他可以吧？那多无聊啊！你也拿一张，跟我一起进去。我又不会，我不会呀、啊，会。同学，拿了表格去那边填写吧，后面还有人等着呢。哎，旁边走一下。请给我一张表，啊，这个给你，谢谢。去那边填写。他怎么也在啊？他在，我不参加。哎呀，想见也见不到，初选他们都不会出来的。真的假的？走吧走。你带笔了吗？没有啊。没有你还说，拿我的，谢谢。这个擅长的菜系写什么呀？随便凑合一个呗。你好，请问你能帮我翻译一下吗？表格上的中文我看不懂。嗯，这是姓名。我叫布鲁。你呢？林小雨。年龄、国籍。我是加拿大人，22了，在上海学水墨画。这是我的证件。我能要你的联系方式吗？不好意思啊，你这种套词的方式实在是不及格，对不起，不可以。你去找别人翻译吧，我没时间。我觉得人家挺合格的呀。为什么呀？打扰了。那斯斯科，你为什么找我？我也不知道，可能跟那个未来之星大赛有关系，比赛的事情。喂，哎喂，江先生，找到林可松家了。可是家里没人。哦，我听邻居说，好像他们全家都去外地了，说是去男方家办婚礼去。行了，我知道。所以你还在找他？我会找到的，只是时间问题。这么短时间能跑哪去？他如果真结婚了呢？结了婚难道就不工作吗？一个女孩天天在你身边工作，她老公什么感觉？她会有很高的薪水，还能吃到很多好吃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她不用担心有一天会失业。她老公能有什么感觉？有些事是人之常情。我没时间考虑这种事。
各位选手大家好，欢迎参加本届莫拉尔斯国际厨师协会未来之星厨艺大赛的最后一场海选。截至目前，在上海赛区报名的选手已有198位，欢迎大家。好的，在今天我们的比赛现场不限菜系，各位选手可以尽情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在每个赛场我们设有食材区，你们可以任意选择自己的食材，但我们今天烹饪时间只有1个小时，1个小时之后将会通过3位初选评委进行打分，而后将会有8位明星导师对你们的比赛进行进一步的挑选自己喜欢的学员。好，接下来的时间各位选手 everybody 比赛现在开始。妈妈，奥利到了。Miss 昆汀 ，Long time no see you。好久不见，您的品味跟花艺还是一样令人惊艳。你看，你永远是这么年轻帅气。我还有一件事情得感谢您，谢谢您对上海渔轩的支持。哪里？哎，我先去洗个手。来，我帮你。谢谢啊。可以了。哦，马上就要结束了，请各位选手抓紧时间，如果你们现在还没有完成摆盘的话，那你们就离淘汰不远了。残忍的赛制不会多给你留1秒钟的时间。5 4 3 2 1，停，比赛结束。
非常好，非常美人，做得好。Listen to your heart, to your heart.